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，改编自起点中文网的《大奉打更人》，作者卖报小郎君，演播头陀渊、大斌、丸子、小桃红等等等等等，好多主播，后期制作小太阳，欢迎您的订阅。第819集，晋国退兵了。白云悠悠，暖阳高照，波光粼粼的海面已然恢复平静，端木和桅杆随着波浪缓缓地漂浮。萨隆阿古站在高空，俯瞰着生活了漫长岁月的土地，它已经被夷为平地，山顶倾塌了，城郭夷平了。这样的场景他只见过当年儒省封印巫神，那一次方圆千里化作废土，此后的300年里生灵绝迹，到两位超品的力量消散，净山城才重建，有了如今的规模。现在他又一次重蹈覆辙，历史再现。但这次动手的终究不是儒圣本体，巫神也不是全盛状态，存活下来的人不多，但是也不少，零星的分散在远方，或观望，或打坐疗伤，或包扎伤口，没人敢回来一探究竟。大奉的军队撤退了。萨隆阿古目光投向祭台，他身影突兀消失，下一刻出现在祭台上，出现在内席青衣前。真德帝、伊尔布和乌达宝塔随之降落在大巫师身边，此时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具破碎的人形，他的身躯呈现可怕的皲裂，没有一处完好。他曾经握着刻刀的右臂血肉消弭，露出带着血丝的骨骼，青衣褴褛，衣如人，人如衣。从此以后，大奉再无君神。儒官和刻刀在不久前自动离去，返回中原。萨伦阿古低声说道：中原千年已嫁，属风流人物，你为冤算一个。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伊尔布面色扭曲，气急败坏。他凭什么能召来儒圣？他一个巫夫凭什么能召来儒圣？巫神积蓄力量整整1000多年，好不容易才初步挣脱封印，全被此贼毁于一旦。我要率兵血洗大奉，屠戮3万里，一路屠到京城去。你现在的样子像极了粗鄙的武夫。真德帝嘲讽道，每一位入魔的道士都精通挑衅天赋。真德帝负手而立，不朽金身灿灿，金光与乌光交织，淡淡地说道：巫神被封印，魏渊也死了，情况虽然糟糕，但这场战我们还没输，接下来是你们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萨伦阿古笑道：那就提前恭喜陛下长生久世，俯瞰中原。真德帝缓缓点头，萨伦阿古继而说道：乌达宝塔，将魏渊战死的消息传遍东北，让延康两国征调人手，重修晋山城，让晋国撤兵，集合尚存的巫师，给存活的百姓将士疗伤。他下达一系列善后指令，这场战役必将传遍九州，
大凤会怎么样他懒得管，但境内三国必将掀起狂涛般的言论，这将是巫神教史册中最耻辱的一日。远离径山的某个荒野，南宫千柔的嘶吼声传遍天际，声音悲痛绝望，夹杂着刻骨的仇恨。他跪趴在地，双拳用力捶打地面，发泄了足足一刻钟。白衣术士走到他面前，递来一个锦囊。泪流满面的南宫倩柔昂起头，愣愣地看着他。二师兄孙玄机说道：喂。只说了一个字，南宫倩柔便疯了般抢过锦囊，拆开里面一张纸条。南宫千柔展开纸条看完，泪水再次夺眶而出。许久后，他收敛了所有情绪，望向径山方向喃喃说道：义父，你没走完的棋，我会替你走下去。他心里想着，此后余生里某一天，我会再回来这里，让铁蹄踏遍巫神教每一寸国土，让火炮的车轮碾过巫神教的脊梁，让这六万里山河化为焦土。孙玄机抬起手，轻轻一抹，抹去了这支重骑兵的存在，让世人再无人能记住他们。白鹿书院，后山竹林，竹楼中，赵守坐在厅内一动不动，宛如雕塑。他已经保持这个姿势长达月余，身前的桌案积了一层厚厚的灰。突然，赵守动了动，扭头看向窗外。敞开的窗户外，蔚蓝如洗，群山连绵。两道青光飞过千山万水，宛如划破天空的流星，轻飘飘地把自己落在赵守身前的岸上。院长赵守如释重负，缓缓起身，掸了掸身上的灰尘，坐揖不起。也不知是拜两件圣物，还是拜那袭青衣。皇宫，帷幔低垂，盘腿坐在蒲团上的袁景帝缓缓睁开了眼睛。他默然片刻，露出了似激动、似快意、似猖狂的笑容。袁景帝踱步登上阁楼，眺望层层叠叠的红墙和连绵起伏的金瓦，他张开双臂，迎着风徐徐说道：朕的时代来临了。观星楼，八卦台。监正看了皇宫一眼，笑了笑，低头喝酒。人间不值得呀。徐福、徐清安心口猛地一痛，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怎么心口痛了？他眉头紧锁，想要自我调侃几句，比如五品巅峰还会心肌梗塞，但不知为何他的内心有一股慌张感缭绕不去。北境，大凤和妖蛮联军的营地，许新年坐在桌边盯着地图沉吟。他瘦了，也壮实了，依旧俊美，但皮肤不再白皙。塞外的太阳加深了他的肤色，塞北的风沙粗粝了他的皮肤。他依旧是那个骄傲的书生，却不再锋芒毕露，更沉稳，更内敛。战争让他迅速成长，教坊寺里的姑娘让他蜕变成男人，却给不了他成熟。
是一名名倒下的同胞，是一场场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战役，是一个个被他亲手砍杀的敌人，让他真正的成熟起来。楚元贞脚步匆匆地闯进营帐，笑道：子舅，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。徐二郎略作沉吟：军营里没出兵，不是打胜仗。什么事？楚元贞挥了一下拳头，振奋说道：晋国退兵了。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在喜马拉雅搜索头陀渊讲故事，谢谢。